今天接我女儿来了，然后吃个米线，就是参加面。哦，这酱油。啊，不就是油吗？嗯。吃米线，还有哪米线？快上！我还有客人。米线吗？酱哪米线？酱哪米线？还有不是酱哪米线？有特色的。拿特色的新米线。干杯！你唱蘸汤，好好吃。干嘛？嗯。你们也不对。你点的牛肉给加。这个你想要什么？奶奶茶，奶奶茶。给你喝这个，我就行了，好吧？他喝这个，你看一下怎么样？来了，喝这个。你给他，好的，我买茶。不要，我不要。你喝这个。这个哪里有奶茶？没有啊。你看这个，喝这个，他没奶茶，我喝这个。你喝哪个？你喝哪个？老天，你给我喝库尔。你喝哪个？这是豆奶啊，姐。我靠！这豆奶薄薄从红上卖八块钱一瓶。喝的啥？啊，喝的啥？喝的啥？那五块钱不也不便宜啊？我喝的是，你喝豆奶吗？喝什么呀？这上面就是，上面就是垃圾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对对。你看，这里有，这里有果皮奶，这果皮，这果皮奶，这个酷，你喝啥？这就是花生牛奶。酱油，辣椒，您都放吗？这个别拿太多，那个小碗也多放点。小碗也多放点榨菜，大碗也多放点。啊，两个都多放点榨菜。欢迎那个榨菜的。对，我想。好。这个能不能再来一个？